我是小文，他是小五。爸爸说，一文一武正好反映了我们的性格。他还说，如果我们可以互相学习，就会变得很厉害了。可是，你看我妹妹，我真的不知道要跟她学习什么。你看我这么整齐，又会为未来打算。我妹妹就……我妹妹在爱钱那里整天这样做，这很不健康的嘞。我在做 live， 给回我。哎 ，Mr. Wong。啊 ，cancel order？ 哎，可是我……好，明白。嗯，是的。现在的人都觉得传统的 Ong Lai Tart 已经过时了。哟哟哟，我是小五，今天呢，我们各自做很 special 的 Ong Lai Tart， 来帮一帮我们店里的生意哦。好，然后呢，现在我就要用我的秘密武器。有机蜜糖来取代白糖哦，又健康又好吃，还很贵听。你看我姐姐的只是锅碗瓢，里面的都是很便宜的材料。我也给我。Uncle， 你试试看，这个很好吃的。Uncle， 你看这个极美。我选这个了。嗯，那个味道怪怪的啊。安哥，这样你试试看这个吧。嗯，这个感觉也是怪怪的。不用紧啊，不用紧，再见你啊，再见。我试了你的 Ong Lai Tart， 很好吃一下的。嗯，这也是很美啦，不过味道就……给你赢咯。其实我在想着，如果把我们厉害的放在一起的话，不如我们……OK， 我觉得哈，我们可以用更多健康的材料。你这样也是可以做美一点，这样子价钱就可以高一点。这样，我等一下有钱的时候我才还给你啊。试试看，我们有新的 Ong Lai Tart， 这样子 Lucky 给我们多一次机会吗？ Please。OK 啦，好啊，哎，安哥不要走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再试试其他的方法。好吧。就是这里，你看，很 creative 的 design 哎，很蓝系，上面还有青色的东西，很好吃的。我们搞的地，看是啊。哎，姐，那天是不是你放 Ong Lai Tart 在我门口？没有啊，我还以为是你。啊？这个 writing 难道是？爸爸说。如果我们可以互相学习，就会变得很厉害了。小文、小武，我们收到了很多订单，还等什么？开工啦！就这样，我们学会了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我们两姐妹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